创新力进化，收到。你叫错了，不是布鲁克小队，他们叫布鲁克战队。为什么叫布鲁克战队？为什么呀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布布、鲁鲁、可可，他们为了对抗威克军团，葡萄队长给他们做了装备升级呢。这些是？他们就是想要夺走原星石的邪恶势力，威克团长的手下，威克军团。大家已经和他交过手了。慢慢的，之前就是他拿走了原星石，引发了危机。没错，所以你们的新任务就是阻止威克军团夺走原星石。明白。为了这次任务，我为你们进行了装备升级。哇，真的耶！这下布鲁克战队更厉害了。那当然，看我的！哇，好厉害呀，是布鲁克战队。对对。正义小队，布鲁克战队，布鲁克战队出击！马术，要不我们现在打开看看吧。OK OK。我选择的这个是可可的光辉之翼，我选择的是鲁鲁的冰蓝战锤。哎，那这个布布的赤龙闪电，我们就一起拼吧。OK OK。哇，好多积木啊！而且啊，都是大颗粒的，超好拼的。没错没错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呢是有可可的。马术，你的鲁鲁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在这里。那我们先把它们拼贴好，好不好 ？OK OK。准备好了吗 ？Go。Ready Go。出现在任何地方，紧急求援，我的使命，勇敢的布鲁克，无惧挑战。布鲁克战队出击！大家，我的可可已经拼好了，你看，他胸前还有颗爱心哦。我的鲁鲁也拼好了，他胸前是个感叹号，注意注意。那我们现在赶紧来拼其他的吧。OK OK OK。很容易拼，而且这个拼接的时候其实不用特别用力就可以安装的非常牢固了。没错没错，给你拼接下来的嘛。来，赤红闪电变身。最后一块啦，来。这边的冰蓝战锤也拼好喽，那现在我们来贴贴纸吧。OK， 来，光辉之翼变身。冰蓝战锤变身。约约，我这边的冰蓝战锤也 OK 了。哇，布布的赤红闪电也太酷了吧！
授，这次的装备升级真的是太棒了。嗯，没错。华硕，华硕，要不今天我就用布布的这个赤红闪电，你用鲁鲁的这个冰蓝战锤，我们来 PK 一下。OK。到底是我的霹雳电雷厉害，还是你的超级震荡弹厉害？我们来比比看吧。好啊，月儿，比就比，谁怕谁？哼。目标出现，是瑟斯蛋。嘿嘿，原型石在我手上，有本事过来拿呀！看我的，准备发射！超级震荡弹，霹雳电雷！哎呀，维克军团永不放弃，下次再见！耶、yeah, ，我们赢啦！玩了这个超级好玩、超级炫酷的布鲁克战队，没错。那么我们的小番茄们最喜欢这三辆战车中的哪一辆呢？不要忘记在留言里告诉我们哟。那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，拜拜。